家过年好！我是好大一张脸，包装策划能力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的名字叫宋晓峰啊。这个本公司的业务就是为你找面，为你包装。那么今天为包装这二位不是别人，正是我姐和我姐夫。包装的妙不妙，主要看疗效。那么闲少叙，有请这位新人闪亮登场。好，完美。小峰啊，你给我俩整的这个假貂可真不太真呐！啊，啪啪掉毛啊，嗷嗷起静电呐，这太磕碜了。你看这毛掉的，那貂是让你俩穿的，不是让你薅的呀。不是，我倒能勉强磕碜，你看给你姐垫的跟条藏獒似的。你好，你跟那杜宾似的。哎，哈尔西，你给我俩评评理，我俩谁磕碜？快，你说。能不能不闹了？人家好不容易开家公司，能不能给予支持呢？那架不住你一年开40多家公司。我跟你姐夫有点支持不起了。你这回这公司又是干啥的？这回公司啊，是一家面子公司啊，主要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就是为了给你们撑撑场面，提高一下企业形象。你俩不是说一会儿镇里有记者过来采访吗？对对对，所以好好的咱得包装包装啊，这叫排面。不是，我跟你姐我俩就俩卖熟食的，这卖的稳当的挺好的，整啥排面啊？那你说你整那玩意儿干啥？你姐夫干得多好啊，现在也算是镇上的龙头企业了，那还有啥上升的空间吗？愚昧无知啊。我问姐夫，你做一个老爷们儿有没有梦想？我把你姐换了算梦想吗？那是妄想。换谁？换谁呀？你要吗？换我，换我，换我。我问你们两口子，一年能卖多少箱熟食？哎呀，那可不少卖呀，能卖50多箱呢。才50多箱，集装箱，集中精力，你得往上整啊！啊，你最起码也得5万箱起呀、啊！不那么一句话吗？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那样。这啥玩意儿？那样？你啥你不明白？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难呀！哎呦我天，雷是的吗？我大弟弟唱的多好啊！你说啊，姐夫，如果你信我的，不是跟你吹，我不敢把你家的猪头肉铺满整个地球，最起码也得猪耳朵连着猪耳朵绕它3圈的呀！这种成就你不想吗？想，没那么多猪头。哎呀！我不是说你啊，就刚才你这出啊，从屋里往出一走，哎呀妈呀，这太歪歪的，你像个刀郎似的，一点都不像那个大老板那个样。不是，那大老板咋走道？你告诉我来。那在我的固有认知当中啊，大老板有4大要素啊，扭头别棒，杵脚横丧，甩头不着甲，摇头尾巴晃。啥玩意儿？你能说点人话吗？走起。来，给我学来，哎、来，我教教你来啊！哎呦我天老爷呀！哎呦我天哪，小峰啊，快看看你姐夫！拐了我这呀，咋走的？给你个参照物，学学你二姨夫。你二姨夫啊，二姨夫啊，啥就有感觉了？让你们俩待去，让你学你二姨夫，你学我二姨夫干啥？不是他俩床挨床得的都一个病吗？这行吗？这走的呀？就算勉强可以吧。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教教你这个盘土啊。盘土。哎，手有点空，等我拿下去。哎哎，这对了，盘的啊。OK 啊，教你几句话啊，什么大买卖都拿下啊。好，你像这个有钱人呐，张嘴闭嘴都爱说这个万八的啊，像你这种身份。啊，你必须得是一巴的，一巴的。哎呦我天哪！我感觉对了啊，没味儿了啊！不是，关键咱没做那么大买卖呀，你这不撒谎吗？怎么能是撒谎呢？适当的夸张和吹嘘，这叫营销，懂了吗？啊！打个比方，就说我姐啊，我姐就是化妆啥样？貌美如花。那不化妆呢？雷霆嘎巴。你能说我姐她是骗子吗？对不对？能吗？啊，不能，对。那么
这点行了。啊，接下来啊，你们采访的时候，你们就要说什么呢？啊，说你们的有背后有基金。背后基金没有，有基金，那你呼猪头啊，得掉味儿啊，那香。基金呐，啊，基金，哎，你就得说你们背后有大财团，像这个石油公司啊，粮食公司啊等等大公司作为你们的靠山。啊，哦，记住了，就背后有石油。哦，对对对。啊，接下来呢？哎，接下来就是，区块链。区块链？啥玩意儿？不得好，我要是知道，我就告诉你了。你别管它是啥，你说出来之后显得你特别成功，你是个大企业家，懂了吗？啊，接下来公司上市了，这个时候，哎呀，哎呀，想一想，这是带粉的了，这想一想，啊，哎呦，我现在我怎么感觉，哎呦我天，哎呦我现在我感觉我有点飘了，我一直不住，我都感觉我想骂谁似的，我呀，现在就是气场爆棚了啊，哎，好，哎，就这种感觉，哎呦我天哪，哎呀，来了，来人，来来来，别脱了吧，再整不了了，这。害怕呀，啊，还怕啥呢，啊，怎么着，啊，你俩实在害怕，啊，上后屋一人喝这口酒，啊，壮壮胆的啊，能行了吗，别着急，我给他们稳住，听我口令，啊，一会儿粉墨登场啊，哎，好来了啊，啊，同志你好，嗯，我们是李飞来咋的啊，我们是美丽乡镇的记者，有证吗？这是我的记者证，进来。好，你来。咋的了？你干啥的？我是摄像，摄证。摄像哪有证啊？我问你有没有证？没有证。我告诉你，这么大个企业没有证，谁给你报纸？再问你一遍，有没有证？确实没有证。你进来吧。同志你好，哎，我问一下，你们许厂长在不在？啊，我们的许厂长携夫人正在午休，这才上午九点半，你们什么企业呀？这个点就开始午休了？我们厂长呢，刚从丹东回来，正在倒时差。从丹东回来还用倒时差呀？咋的？从太平洋绕回来的啊？你别管他是从哪要，他想倒就得倒。不好意思，那让他倒吧，我们多有叨扰啊，撤，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家呀？不是，那我给你招呼你。有请董事长携夫人闪亮登场。什么情况？这肯定是午休没关窗户，让风给烧了，这是。你瞅啥去了，哎，呀嘎的了，哎呀嘎的了，哎呀嘎的了，哎呀嘎的了，他俩是采访的记者啊，记者啊，啊，记者，那个这二位呢，啊，就是我们的董事长携夫人啊，来来坐猜来坐啊，坐，好，我问一下，您是许厂长？不让啊，不是，让你先别骂人，你先别骂人啊！我确认一下，你们这是食品加工厂，确定不是屠宰厂对吧？这话说的，不屠宰怎么加工？介绍一下，我们呢是美丽乡镇栏目组的记者啊。嗯，第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个企业每年能生产多少斤熟食呢？一板的。一巴的，哎，你们每年生产这么多熟食，那能卖得完吗？那他还卖不完，你这这。助理解释，哎，这个是怎么事呢？我们用我们的猪头肉特别好吃啊。这么说吧，全世界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吃过我们家熟食。哦，那你们这么大的企业，一共有多少员工啊？那家伙老多了。哎，我媳妇儿。我叔辈哥，他叔辈嫂子，我外甥女儿，他外甥女儿前男友。啊，那这么说的话，你们是一个家族企业，对，对，而且家族好像还有点乱。那个，这是喝多少啊？我俩一人一瓶啊。一瓶不多呀。白的。没让你俩喝一口吗？那一口给闷了吗？你这赶紧的吧。
现在状态这么好，你快点的，你行来，你接着踩，来，你们六个人胡收拾能卖往全世界，这证明你们生意做得非常好。这个背后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秘方呢？背后啊，背后有石油。哎呀，你们用石油来呼熟食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呢用天然气呼猪头，就呼不烂乎，后来改用石油了。石油不就汽油吗？给汽油一点着，一呼，哎，烂乎了，入口即化，是这意思。你听明白啊？你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那你们用的是什么运输链呢？链儿，道链儿，区块链儿。哇，区块链儿，哎，不懂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解释都没法解释，解释你也听不懂，太高大上了，知道吗？哎呀，这区块链儿，我怎么是长了还是短了？这个好像跟长短没有啥大关系吧？不是，跟啥都没关系，因为不重要啊。长我们给它掐去一股了，短我们就再给它接上点，完事儿了。对，自己家的链子想咋整就咋整呗。不是，我感觉到今天咱们来采访有点多余，有这时间不得回去玩那威乐家乡游戏，那是纯咱们地道的家乡游戏玩法。你说，哎，免房卡、免下载，玩还有奖品，咱这不闲的吗？搁这听他叭叭搁这。怎么的？还踩不踩了？咱们踩，坚持。这个吧，来吧。我们继续问啊，咱们省内和周边这些城市运输，你们用的是什么方式呢？哎呀，我家有货车呀。那货啥啥玩意儿？货车？家这么大产业用货车？啊，火车。火车也不行，他妈太慢了，那玩意儿。明天提辆高铁。你们要提辆高铁，用高铁运熟食啊？对喽。他是怎么事呢？我们呢，这我们家准备买的高铁呢，就是不拉人儿。哎，一等座拉的是这个原材料，二等座呢呼收食，三等座是成品。等会儿，这个高铁有三等座吗？车是自己压的，随便改呗。来，是，我还是出去录云彩去吧。这吹的我耳根都疼，我太能听了。我跟你说，咱呢今天真就得到这了，不能再往下问了。再往下问，人家肯定有火箭。火箭呐，火箭现在我们现在不知道外星人得不得这口。如果他们想吃的话，我们可以买个火箭飞一下子。对，飞。那个整点尝尝，嗖家。那个，那这样，我们的采访呢，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因为地球上的事儿呢，我们问的差不多了，外星的事儿呢，我们也问不了啊。那个，我们就走了啊，再见，走，小伙，来，谢谢。站着。咋的呀？那还能空手走啊？对呀。这旮瘩有俩猪头，拿着啊。那猪耳朵呢？刚才让我俩下酒都给造了，就剩俩猪脸了。我们不要脸。别给脸，不要脸。给你的啊，改的。要是拿了你们东西，那我们真就成了二皮脸了。把机器开开，来。观众朋友们，相信你们看了刚刚的采访，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我希望有关部门抓紧时间介入，关闭、查封这家无良企业。关机，保存证据。啊，什么玩意儿？走，对，保存证据，关闭、查封，查。你呀，要查封咱们，查咱们！别走，哎，记者同志啊，咱是不是有啥误会啊？咋突然就要查封了呢？没什么误会，你们挺好。别，你把话说清楚，把话说清楚。你们刚才对着我们的摄像机口无遮拦，大吹特吹啊！你们说的是真话吗？啊，把我们的机器都要气炸了，你们这是什么行为？不爱惜设备行为。别想封怎么能封啊？又被查了。记者同志，那个啥呢？就是那个刚才我姐和我姐夫说的话吧，都是我让他们说的，怨我。我们这个企业是合理合法的，适当的美化，这不可以理解的吗？你那是适当的美化吗？外星人都要吃猪头肉了，这是美化？不是那个我们恳请政府重审，再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行不行？对，我相公啊，都是冤枉的。对。好，既然这样，我们给你们一次机会。哎，现在开始重审。哎，陪审员，来把机器架上。
从现在开始，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变成呈堂证供。哦，现在我问你们，你们的企业每年到底能生产多少斤熟食？一两百万斤。说实话，100万斤还是200万斤？150万斤，那个熟食啊，都是我送的，与我相公无关。是不是没长心呢？都啥节骨眼的，还互相包庇呢？我没包庇呀，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同父同母的弟弟可以作证。你别说话。我们接到消费者的反馈，说你们买卖做得很大，生意做得很好。这个猪头肉呢，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这是一个什么情况？说。是我。娘子。啊哈。到这个时候了，我。媳妇儿自己起来。哎，这个时候了，我必须要挡在你的面前，是我。在每一个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不睡觉，我会悄悄地来到厨房，认认真真地给猪头薅毛。薅干净了之后，我便把猪头放到了锅里，然后用我私自研发的秘制炖料来炖它。我的秘料内含7749味中草药，有一些是我在市面上买的，但是更多是我跋山涉水去到深山老林，历经千辛万苦，自己亲手采的。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我的私心和我的味蕾对美食无限的渴望。是的，有时候我叫我姐夫出来喝酒，他死活不肯，就在那呼猪头肉，生怕是呼不烂乎。这回好，就是了吧，你活该。要不是你如此死心眼儿，如此认真，怎会来今天的祸事啊？罢了罢了。后来我们的口碑越做越好，第一书记又帮我们找销路扩大生产，我们食品厂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再往后，我又把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拉下了水，让大家跟我一起呼猪头。我对不住他们，苍天哪，请你惩罚我这个罪人吧。相公。娘子。相公。小娘子。停。干啥呢你们这啊？我给你们上刑了是咋的啊？我们这只是重新采访，你给我演什么洗手霸王啊？在这儿啊？没演霸王啊？没有。这不明显你洗手霸王，这个虞姬吗？那我呢？你是霸王那匹马吗？那不你说的完了，要查封，要曝光我们吗？我们只是重新采访一遍，让你们一五一十说点实话，说点真话。哦，你这给我们吓的，你这，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兄弟，我告诉你啊，不论是做人还是做生意，诚信为本，诚信才能赢天下，知道吗？是。今天呢，可能都是误会，还是第一书记说的对，你们就是龙头企业，你说差点让我们给整成法治在线，给爆出去，你说这，真是，哎呦我的妈，这破玩意儿掉毛！要我说呀，做人呐，还是得踏踏实实、稳稳当当的，是不是？对，你这还是你得来这身儿，你这你看见没？你看，这是我平常我自己的衣服啊。你看我这，你看我这平常干活我都穿这身。大哥，哎，整点猪头肉不？多少钱一斤呢？送你。哎，你看唠的多顺畅是吧？这多好、啊。你说这事儿啊，小峰，这事儿是不是赖你？草率了，你这个面子公司啊是真不行。我跟你姐夫要啥面子啊？咱国家政策现在多好，你说村里不光是脱贫了，还致富了，就你姐夫这脑瓜子都能挣着钱，你差啥呀？你也回村来，咱好好干一番事业，这才叫真正的有面儿。哎，兄弟、哎，你看你姐说的多好。这样，这回啊，你们也别拘谨了，领着我们呢参观一下你们的车间。咱们好好采访采访，好好给你们报道报道。对，好，马上就熟了，我还正着急呢。哎，
正好我解说。你干啥？解说。好，来，把镜头对准他，让小峰给我们解说。开始。你照我，我还有点紧张呢。啊，这猪头肉啊，特别香，肥而不腻。南丫啊，这啥叫南丫呀？你好好你回来。哎，南丫是什么？南丫，我拿吧。南丫是什么味儿啊？哎，南丫。